咱对这个十九页吼经文，搁再念一个本文经的本文吼、哦。啊，其实咱是已经讲到这个二十页，吹灭烦恼结，永见无量住，幸福四种魔，性欢见道场，随地无区别，是地各有生。实现诸国土，如日无不见，供养五十方，无量亦如来。诸佛及其身，无有分别相。随地诸佛国，及无众生空，以常修净土，教化无群生。诸有众生类，平生及为宜，无为力菩萨，一时尽灵现。各地众魔师，以师随其行，以善方便地，随意皆灵现。安尼吼，啊，这个催灭烦恼结，这个烦恼结，咱已经有甲咱说明，这段拢讲说明过啊，已经有讲到这个个。是不是讲到这个智能破障、智慧生、自能离一切烦恼障，他们是讲到这，对吼？哦，咱有跟我们讲过有关这个烦恼哈，有一个叫做见思惑，啊，啊一个定沙惑，啊个一个无明惑，这头前已经拢讲过了。不过我请注意等，一定要再详细看。哦，安尼较会有一个实在较会了解安尼吼，一定爱安尼，因为咱有甲咱讲过，烦恼那是无催败的话，咱智慧绝对袂生，因为这个烦恼就属于迷惑的意思，甲无明嘛，吼、哦，这有甲咱说明过。那么下面这个勇见，吼、哦，譬如讲催灭烦恼，即勇见无量如，这个勇见就是恭敬。啊，甲勇猛的意思，这个恭敬勇猛呢，啊，卖讲学佛修行，就是讲咱今仔日做世间的事业，嘛，就爱有恭敬勇猛，努力无懈怠。如果世间的事业，咱也是笨蛋，其实事业我们做未成功，这是安尼，吼、哦。但是这句。勇见无量如，当然这个就是去讲为着要催灭咱国人迄个无明烦恼，重要是迄个催灭迄个烦恼差，这个就是定沙惑啦、无明惑啦，以及见思二惑，才会歹问题。即马就是要讲这工课，你安怎要催灭？这个头前我有甲咱讲过，因为众生惑较会造业。做一块受苦，但是受苦中一个在未歇，哦，这个是有跟人讲过，这个是世间的问题。那么若要出世呢，将来要成就这个菩萨行，会当达到究竟圆满，这个叫定沙歇甲无明歇，一定爱完全净化。但是要完全净化，就这个定沙以及无明歇啊。这当然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才会当。那是无大无畏的精神呢？哦，譬如讲，太简单。学佛修行的第一步就是闻慧，第二步就是思慧，那么第三步就是修慧。修慧就是三无漏学中的这个戒，然后才会当入到这个定，定智慧才会发生。但是今天去注意你文法的第一步，那是哪有哪无啊？那么可能对这个佛法的一个建构来，特别产生一种正知见啊，实际讲就真困难。这个应该注意了解到这个道理。那么来呢，因为文法中一定还佫有思维啊，还佫有实际修持啊，所以这几步的这种过程啊，这个程序啊。当然要用大无畏的精神，安尼开始做。那是将来有一天，你会当来显露菩萨行者来度众生，当然要更加
为着度众生来努力。那么，迄个度众生的努力，迄个就是大无畏的精神。哦、那么，这个呢，就是讲一定要自办，一切艰难险阻。安怎讲艰难险阻呢？因为咱众生活伫这个业报的世界内底呢，过去安怎样作业，有可能咱本身无介十足的了解。虽然即马开始有个忏悔修行，但是事实讲也有真多即个折磨、业报、吼、病苦、无正常的环境、无好的环境，必定拢会显露迄个果报相出来。那么即个呢，若是个人，若是无大无畏的精神啊，可能会受到遮个问题，产生着你个人的一种害态，安尼出来。但是你现在就在想，如果阿佛修行这么简单的话，那么我们过去到今天应该有修行过了，为什么还在这个轮回生死、哦、这点一定要尽自己珍惜自己，说我今天还在地佛法中还有这个因缘来闻法，就是过去有这个因缘，今天才能过来。但是过去有因缘，促成到今日，当然还佫正常缘。但是无佫再正常缘，而这段中间伊佫在哪有哪袂话啊？那么可能未来嘛是佫生死轮回，会佫再受无量苦。所以今生今世，既然有这因缘入到这个佛法，但是过去的业报、业因，促成到今日的业报，那么有阻碍、有险难的话啊。那么当然啊，一定要好好来把握着这个机会，唔通讲啊，我即马一个在有问题产生来，一个思想念头一个变化，那安尼呢？万一那是个对了，我未来到底要安怎？一个在有偌济劫，还是讲个在偌济世口，这好一年，谈个个在有的福报，吼、哦！所以一定要下定决心，今生今世呢，无成功绝对。无肯唔肯放家己甘休安尼，吼、哦，一定爱入这种大原力、大志气，唔惊一切险阻。那么这个叫做勇健无量无，和一切困难都把你阻碍未掉安尼，这个叫做勇健无量无。我有不是跟咱讲过，佛陀有跟咱讲呢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今生今世既然有这个因缘。绝对爱第二世，唔通搁再堕落啊！吼、哦，那么无修，假使那无要精进，无要实际修，当然打马虎眼啊，嘛是会搁堕落啊，这是必然的嘛。吼、哦，我嘛不不是跟咱强调，阿罗汉伊那是有真实际精进，在佛经的记载的三世就会当得到四个罗汉。那是无真精进呢，慢慢啊拖，有个人拖到六十劫，安尼嘛是去拖。吼、哦，慢慢甲咱提醒过，比如讲周立盘陀客，有时甲彻底，但是人一直说见到四个，你甲想嘛？所以今仔日呢，咱既然有这好因缘来听到这个经教呢，一定爱真勇敢来修持才会使。这个叫做勇健无量如，唔通搁在海台滚蛋，安尼绝对袂使。但是除了听经闻法以外啦，注意一定要注意两项代志，在这个生活过程，甲伫这个佛法内底里呢，该修能修，一定要安尼。佛法中我会当做的工作，我绝对爱做。我应该修持的，去掉一切妄病、魔病、问题。一定要去掉，唔通打马虎眼、敷衍了事，安尼绝对袂使。搁再一点呢，难忍一定要能忍，安尼真歹忍耐，绝对要忍耐彻底。安尼来呢，较有实际个修行。好、哦，唔通讲难忍，啊你就无法当忍。啊，应该修，你又搁当面哪要修哪唔修，应该会当做。搁底下哪要做，哪唔肯做，俺绝对袂使做。食亏的是啥物人？食亏也是家己，因为修行学佛
在三宝中，无论做啥物事，拢总是家己得的，唔是叫别人得。我不是先明过，今仔日我为什么就爱安尼？吼、哦，就是甲咱讲一个真坦白的话，我嘛是为着未来，看会当较紧来成就佛道，卖拖甲三代阿僧之劫。吼、哦，我嘛是安尼想。虽然当初释迦牟尼佛甲咱讲，以这个凡夫位到未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应该是三代阿僧之。有的会当佫较紧，我嘛是想讲，我卖到三大阿僧祇，看会当较紧成佛涅槃，但是不住涅槃，吼、哦，佫再较紧呢，变现无量无边的化身，出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会袂安？吼、哦，这个就是不是甲咱注意个提醒的，所以希望注意嘛，爱勇健无量住，吼、哦，安尼。那么这个第三句，吼、哦，幸福四种无啦。菩萨道修持，一定爱有法度幸福四种无，吼、哦，较有可能现翻见道场哦。吼、哦，即卖这是第二句、第三句甲第四句，是不是每一个人，这个修行，伫菩萨因地，或者是讲修自修得到涅槃？消行涅槃的阿罗汉，一定爱四种魔爱幸福，这是真正。四种魔第一叫做烦恼魔啦，第一叫做烦恼魔，第二呢就是五阴魔，第三四魔，第四就是天魔。那是阿罗汉是天魔较未干扰，那是菩萨行呢，天魔绝对干扰。那么这烦恼魔是该讲啥？因为咱人这个烦恼。就是讲，咱人内色内底的贪嗔痴，咱人的心思动念的贪嗔痴，因为这个贪嗔痴，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三毒。众生因为贪嗔痴三种问题来造业，毒害家己来对了。好、哦，注意，贪的人必定处，这必然的嘛。贪的人必定见。哦，处就是非机之财而处，见就是该下不肯下，安尼叫做见。那安尼是不是拢讲造业？造业将来必定坠落轨道，所以这个叫做烦恼，也叫做迷惑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有关亲，因为亲的人必定会伤害众生，这是必然的。亲的人必定会伤害众生。但是伤害众生当然一定对了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那么无耻的人呢，就是邪见未止，恶见未止，嘛是造成一个大对了的主要原因。所以这三项家己，这三项问题叫做烦恼，也叫做迷惑，将来必定会对了。所以这个贪嗔痴强烈的人会扰乱着家己的身心来造业，哦，心会妄会乱。这应该注意了解，因为咱人的贪心会乱，咱人的嗔心也是乱，有邪见心也是乱，所以进来点讲扰乱身心来作业，所以名它叫做魔啦，哦，它叫做魔。那么第二层呢叫做五阴魔呢，因为这个五阴就是咱人家讲的，咱佛经内底去讲叫做五蕴，因为五蕴的这个心会和咱对了。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个色就是物质，物质是包括着咱人的身躯以及山河大地这个环境大地，这个金钱啦、啊，还是财产啦、啊，还是动产不动产，这个拢统叫做色。哈、哦，但是这个身躯和物质接触了，有一个感受，比如讲咱人生活这个环境有一个顺受，也有一个逆受。顺受就欢喜，逆受就受气。那安尼呢，它会起到各种的联想、行为、甲色的作用。哦，这当然，这个我为心是拢从有调这个脉来讲。所以，那是对这个我运，譬如讲，咱人平常时周边有一挂这个物质，感受后的一种作业、执着，
安尼自然会蒙蔽咱的自性啊。哦，迄、那个就是伫即个第八识内底，伊个储存着无量的精智类啊。哦，所以真内底毋讲，执着的人会厌恶自性，啊，厌恶自性了会生出各种的苦恼。所以即个五蕴为魔的原因就是安尼，五阴为魔，迄就是讲五蕴为魔。所以这个五蕴也是第一，你要打破就是讲对于这个世间的这个色物质身躯一定要先打破。那是这个你来当觉醒，讲在一切皆是因缘所生，皆是因果造成的。那么你来是看一破的话，就是顺修逆修，你嘛未恶被起心动念，安尼来较容易打破。那么第三叫做死魔，死的三回呢？死就是会断咱人的命根，所以咱人死去，命根断去，吼、哦，安尼叫做死魔。比如讲，今仔日做，我都有心情，我真爱看会加几年啊，通去做着我应该做的工课。可是有时阵呢，这个业力已经时间到啊，三寸亏就断去啊。吼、哦，你要安怎样？无法度。众生，阁是一个歹问题。伫这个人间内底死去了，伊阁六道继续轮回对了，应该做了解。所以在这个问题方面啊，其实咱众生对这个生命一点啊都无可能把握。有的人业力现前呢，应该伊的寿数还未到，不过呢，煞提早往生，系啊，哦，安尼来到这就对了。所以在这个生死中，有时阵咱人的生命真正无可能控制，哦，除非你本身安尼有迄个大愿力，啊，就行了真实际，安尼等生命等较短就不要紧了。安怎讲大愿力不要紧，因为这个身躯放了了，另外一个世界佫光明，光明了又佫积极，顺利大愿呢佫再来。但成人间，佮他继续，哎，就做着这个菩萨业嘛，安尼都不要紧。那无呢？以一般凡夫来个讲，人死去大多数是拢对了啊，所以佮叫做死魔啦，哦，佮叫做死魔。所以底下呢，我就奉劝注意，生命真短。那么当咱的生命还未到的进程，最好较紧修行，哦，较紧修行。唔通讲等大家时间一个到，我要修啊！哎呀，已经无生命，安尼就无好。好、哦，所以真呢，使是讲对世间法卖先过参中，听经闻法、精进、拜佛、修行、修戒，这较紧好具足圆满。我不是甲咱鼓励，阿未落实到这个戒定的人，较紧修五戒。五戒那是修了后。较紧去受菩萨戒，吼、哦，这点都伊不是甲咱鼓励过，千万唔通丢度，吼、哦，这局势看起来是真歹，应该注意了解，也是应该众生业报，也是产生应该报啊，可能就真无好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是讲台湾岛在众生，大家要开始修行学佛、礼佛忏悔，安尼应该这个强业的代志，较未遐紧发生。佮再来呢，个人的毕业，有时阵咱别人健康，咱又佮再受到这个业力影响，哇，咱个人先结束去啊。好、哦，所以佛经内底有甲咱鼓励安尼，每一个人如果那是家己心想讲，我生命剩无几工，那么你要做甚物打算安？注意我问咱，佛经有佮甲咱讲安尼。那想讲我的生命都剩无几工，即几工的中间，你要大吃大啉，还是要来大修行？因为有人讲生命短短啊，较紧开开好了，对不对？有人安尼讲啊，有人讲生命短短啊，无较紧修行吼，无机会啊。安尼看你要怎选择？吼、哦，当然是爱安尼较对啊。吼、哦，你若讲大吃大啉，安开开好了啊，你到底安怎样？要安怎呢？所以世间人有个另外一个想，看别人家死就讲无较紧吃袂散，看别人家好嘢讲无较紧赚无较紧俭袂散，这真奇怪的矛盾就对。
所以这个本身就是讲无落实个人的这个安尼像正确的观念，开安尼想。注意一个字，咱人的生命真正真短，但是绝对唔通去坠落，吼坠落就真不幸啊。所以伫这个生命还佫伫个时，较紧修行安尼较对。所以这个就讲脱离死魔，未来唔通佫再生生死死安尼吼。那么第四叫做天魔，因为这个天魔就叫指欲界第六天，欲界六天的中间呢叫做他化自在天。他化自在天有两天，一天是福报天，一天是这个魔天安尼。哦，这个世界人寿，这个世界的寿命是1600年。哦，但是迄个世界，他化自在天的世界，咱家一千，哦，迄个世界，咱家1600年加一天。哦，但是伊迄个世界的天人也好，摩天也好，伊的天寿是16000年安尼。啊，咱家1600年加一天。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有摩天是摩天呢？就是在生修行有真积极，可是呢无实际。比如讲，今仔日咱修行学佛的人，各你定力外观、智慧外观，那在这个楞严经是有讲安尼。你若是无断音欲，将来就去对下去，将来对下去。智慧真高、定力真高的人，将来若无断音欲，一定落这个摩天去。哦，即在楞严经就讲到真十足的详细。哦，所以这个天界叫做摩天，但是魔王的名叫做破顺。哦，伊领着魔将将来佛法，破坏着这个善法，所以名它叫做魔呢。哦，但是魔会将来佛法，烦恼魔爱将来佛法，我与魔也是将来佛法。生命真短，死亡爱将来佛法，搁再来天魔爱将来佛法，迫害善事啦，扰乱咱众生修行的心，啊，甲夺众生的这个命。那么既然这四项含咱这个修行的人有直接的关系，拢会迫害干扰，那么咱修行人要安怎，一定要积极会当幸福安尼。哦，一定要积极当幸福。譬如讲，这个死魔变作幸福，注意，这真好幸福，不是未当幸福。因为咱人生命底就是有杀业，咱人也是好生自然当生命。哦，干那这点你就家己了解了。哦，安尼这个生命的当底有个人本来会使操作的。那么这个烦恼魔，当然你来会当了解世间的一切法，拢讲是他们。这个贪嗔痴的问题，咱世间一切法，皆是因缘所生法。你咪当幸福，这个叫做烦恼魔。我因魔，家己无奈当烦恼。你若是对这个道理有明白了后，当然你要幸福嘛是真幸福安尼。所以今仔日咱大家，无论一切一切的磨难甲逆境哦，因为逆境乃在我无奈底叫做逆修嘛，哦，逆境绝对唔通受到这个逆境。而这个困难呢，来无精进安尼，哦，唔通安尼，所以呢，他叫讲菩萨行者一定爱降服四种的魔，降服四种魔过了后，他有资格徛出一支圣幡，这个圣幡就是咱佛经给讲的这个动幡，怎么样？降服四种魔过了后，他有可能徛圣幡。因为这个动幡就是一种的旗啊，一种的旗。这个旗呢，伊是顶端拢有挂着如意珠，除了如意珠以外，啊，佮用种种的这个四别庄严，这个有这个布啦、丝绸啦，来佮装饰的庄严，是安怎一定爱安？因为当初印度的军队，哦，即马比如就是印度的军队呢。那是战胜着敌人了后，一定会徛出一个圣幡，表示胜利。哦，表示胜利的意思，讲阮赢，阮打赢安尼。哦，即马来哦，即句圣幡，哦，
正番建道场，我才先说明过道场是啥物。为什么摩诃大师也甲从这个正番甲道场甲南北？因为这个道场，比如讲咱叫做道场，这个道场内底拢供佛尊的所在。道场内底有供佛尊，吼、哦，供这个佛法经、佛宝、法宝、供菩萨安尼。除了供佛以外，还有一个学道的所在、说法的所在。今仔日咱这个所在，除了供佛尊以外，世间的佛事，伊要说法无法度，伊干那供佛尊，所以迄个所在也叫做道场。有诶世间佛事，伊供佛尊了后，比如讲迄个精舍，伊得要创啥都无法度嘛。哦，有诶是较大些话，做一个早课、暗课，伊讲要加两下人像，我伊阁无法度。咱遮伫八楼林，吼、哦。学道之处，搁数来之处，会当用到三四百人，到遮讲经、听经。哦，这个就是说法之处，那就叫做道场，拢总称作道场。比如讲，当初佛陀在生的时阵，在世的时阵，这个苏达多中者，改建一个基丘孤独院的道场，内底出家人十几万人会当住，搁增长在家众来听佛陀说法，好啊。差不多二三十万人拢有当住，你甲看迄个道场偌大？释迦牟尼佛涅槃了后，那兰多寺的道场内底住三千个人众住下来，拢总一人一间了房。哦，迄个真正的道场。但是即摆台湾的道场上界大，因为福报上好的可能是即个星云长老，即摆来差不多伫花果山的长老，正严长老。哦、因为这两位福报真大、哦、所以人家是踏踏实实可以领导一些人出家修行。那么若是说韩国文化那个道场三千几人，那是弥勒菩萨的道场，这我是之前听弘印法师说的。那么咱弥勒菩萨的道场就要建立到中华民国的中心点、哦、现在要说大是不大哦、不过呢，这个我那是看我的因缘、我的福报、甲诸位福报呢。诸位福报那是真好，就会当帮忙这个工作完成；我的福报那是真好，就会当短时间的来完成这个工作。哦，这个叫做道场，上较好是说法的道场，因为说法的道场给道众先较济人安尼。啊，咱即马拢临时道场俩，吼、哦，临时道场就讲那就水法道场同意思。哦，空花佛法水法道场啊，一礼拜这，后礼拜遐，但是这嘛真实际，这个就是临时道场，这个就看个人的福分福报，因为发愿愈快，道众生愈济，道众生愈济会愈多愈济安尼，哦，愈多愈济，所以上界好是建立一个说法的道场是上界好，会度无量众生安尼，哦。所以这个呢，不再讲我供佛的所在、学道的所在，迄、那个学道所在，一句话就是讲自修的所在；说法的所在就讲度众生的所在，安尼，这当中叫做道场哦。哦，但是这个佛道成道的所在，菩提树下、金刚座上，就是佛道成佛的道场安尼。咱这个所在，咱注意就是听经的道场。这个所在我这坐，就是说法的道场，会使安尼个再修一个小分别，吼、哦。啊，不过我说法的道场真济位嘛，吼、哦，真济位，因为全省每一个真济礼堂拢互我用得到，所以我说法的道场有够济的坐，可能甲想起来是比一般现实的法师搁较济位安尼，吼、哦，搁较济，固定的嘛有六七位啊，啊，搁在。全省的礼堂拢特别要用，加念的加念用遐念用遐吼，这种叫做说来道场吼。但是这本经典的头前哦，即马来注意哈，这本经典的头前有讲到地心是道场哦，搁再讲到三十七道品都是道场。所以今仔日修行学佛的人，若无正地心啊，你这个身躯都无道场啊。我讲你来注意啊哈。过去还阁唔捌，
毋捌佛法的时阵，可以讲一般的众生，拢为家己努力，为家己生活，为家己打拼，是毋是安尼？拢总是自私心较侪。但是这个自私心相反就是政治心，自私心是对了，政治心呢就是解脱。所以你若是想讲我将来绝对无解脱的事情啊，那么你一定要有政治的心，因为政治心就是道心。你内心若是政治心，安尼较叫做道定。这个头前拢有讲过啊，唔免搁再解释。最注意一个，学佛修行，弃一切妄谛。你念，你就爱用着一个功利的心，干你的大家人，吼、哦。那么来呢，我那个讲一句三十七道品是道场安尼。先那讲三十七道品是道，因为三十七道品是建立个人解脱。今仔日那是无以三十七道品来自修自行的话啊，绝对个人袂当解脱。这个法义头前有讲过啊，我就无爱去讲。头前拢有写伫恁内底哩呐，唔是这本进前第几本安尼吼。所以三十七道品，咱来实际修行，安尼就是以三十七道品建立个人的解脱，安尼叫做道场。但是今仔日菩萨行者呢，一定爱有大无畏的精神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无逃避一切的危难，勇猛精进，摧灭所有的烦恼。但是对于这句话头前去讲的，吼、哦，摧灭烦恼劫，搁再来一定要会向降伏四种魔啦。降伏四种魔，除了烦恼魔、五阴魔、死魔，啊个天魔。所以进来点，我甲咱讲，无撇一切危难，永灭精进，摧灭所有烦恼出，搁再降伏四种的魔。哦，当然烦恼魔伊无啊。天魔甲干扰嘛唔惊啊，那去惊啥？我跟你讲，天魔会阻在修行人哦。以前那还要干扰，伊干扰就干扰，无啥正常。那是互伊干扰未过吼，伊会派啊魔镜魔孙来甲保护。你敢知是安尼呢？吼、哦，会个派来甲保护，伊要甲吹药摆就是无唔对，但是那是吹药摆，伊反倒当真要甲保安呢。这是实在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要行有四种魔，开始完成哦，完成啥？完成到这个叫建立自我的发心道场啦。哦，开始安尼哦。我甲咱讲，新闻大师是安怎解会当建立这大道场？法鼓山的正言，正言法师开始建立这大道场，你甲想看卖？这伊若无经过这几段的过程过，伊即马无法度迄个福报遮尔大。你敢知影？真得上界两个道场上界有作用，就这两个道场。哦，大众先上车啊。那么来呢？我即马要甲大家讲咱，今仔日如果我头前在下类头前在问题，我那是无可能克服过啊。我甲你讲，大主保证，我绝对建立袂起来。因为这间法建立起来了后呢，我安那会当徛起到这个胜利的同款，安怎知影吼？嘿，卖甲讲有形无形啦，迄必然会徛起来。吼、哦，徛起到这种，这个就是一种的自我意。因为这个道场开始发展和完满了，靠有一个固定的所在，有缘的人将开挖来啊，无尽。刚才像这个道场安尼，啊，就走遐走遐，无唔对啦。近一礼拜有差不多2000位去听咱的单位，哦，听咱讲经啊，甲演主书底下固定的。但是应该那个个想讲，这个流动道场吼，合计应该差不多有万字的去听咱讲经，去传授这个八关斋，讲啊上无都有安尼。搁再来第四代，我看应该有那20000人有。若要甲讲，所谓伫这个佛法内底人，一个月有20000人、30000外人去听人讲经，我想这个道场就遍布台湾省啊。照讲会使安尼讲就，吼、哦，30000外人、30000-40000人去听人讲经，算个道场嘛未少。要甲讲上大嘛会使安尼讲就。
吼、哦。所以那是要搁较如实的，当然这个大师宝典的原本安尼，吼、哦，安尼呢，它就是一种自我成就，有一个真正欢喜。吼、哦，安尼来，咱要度众生，较有一个真大心，家己成就了后哦，吼、哦，我甲咱讲哦，家己那是个人的这个德成就了，这个反徛起来。这就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开始哦。注意，真是一种的工作，将来迄个所在佫建立了，佫再另外一种的开始。所以道场塑建了后，才会当广度无量众生。但是这个无量众生佮广度中间，当然究竟是成就佛道。注意，不是我成就佛道尔，就是讲这个大乘宝典对每地开始，咱个人就会发心，再会功德力量。注意，你嘛是具足无量无边，因为菩萨道不是我个人一个人会当圆满。哦，这个就是佮讲，这个个自我成就了后，就是另外一种的职务，佮在开始啊。只要这部开始速电道场广度众生，当然达到一个终极的佛道。这个都亲像啥呢？亲像这个军队战胜了后，将这个修复的领土插旗啊起来了后，当然爱个胜胜对决。哦，不是讲我战胜啊，啊就安尼结束啊，不是安尼。像当初陈丹，哦，伊是燕国的人啊，伊安尼连续一日。收回七十几城回来，同意思。因为讲今仔日我收哦，伫伊城林，伫遐搁在吞食军粮，开始较搁反复。因为本来就是许落叶甲吞去啊，该要搁直直收哦，收哦到七十，介就七十城地，七十三个城地去了。所以今仔日呢，佛道的修行，当你一个战处完成，搁在继续一个战处，一个战处的完满，搁在继续一个战处安尼。哦，这个都像渐渐讲意思，哦，就是一个节，咱共同来完成的这个菩萨道目标大前提，就是这个大乘宝典安，吼、哦，以后会搁再更加度无量众生，当然功课会搁再如无用安，吼、哦，这个不要紧。那么下面第二句，第二段吼，随地无区别，吼、哦，是地各有生。实现自国土如今无不现啊！这个无区别是啥物呢？就是叫做无生灭的意思，无生无灭。哦，这个去就是生去，灭就是灭除。所以这个是叫讲啥？无生灭是叫讲啥？就是叫讲这个空性的实体，就是诸法无生无灭，或者讲不生不灭。因为今日。咱知影，这个有现出来这物件，这是因缘所生。其实那是离开因缘，一切法皆空。这咱头前拢有这个法语，拢有讲到真清楚。所以这个随地无区别，这句话应该是在讲已经证无生尽的菩萨，证一切法无生无灭，已经会当稳住，那个叫做初地欢喜地菩萨。哦，因为菩萨行者。正诸法无生无灭的中道，这个中道就是空性的实力，叫做无生法，哦，也叫做中观。这句话就是给讲安尼，开悟自性，无生无灭，这个不得。但是因为世间的一切法是无生无灭咯，譬如讲咱人有生有死，这个物质有生有灭，哦，一切法有生有灭啦。是不是呢？这个有生有灭的这个物件，拢都是因缘所生。其实一切因缘法，拢总是无生无灭。其实你若要甲讲究竟，一切因缘所生的物件，实在是无生无灭。这个不是个比如啊。但是呢，这个个菩萨哦，怎样已经证诸法无生无灭，有生有灭是缘起哦，所以以这个大慈悲的这个愿力来个主持啊。伊就想念着这个众生，要安怎样来拔济众生，何以来离苦，何以当来当得解脱？哦，菩萨道知影这个诸法无生无灭，不过凡夫俗子
受到这个业力，形成到这个苦报的成灭啦。不过咧，菩萨行者，这个大慈悲心就是我度在众生，看要安怎样可以解脱啦。所以一方面，伊会加强因地的功行。这个因地功行是什么呢？第一就是上求佛道啦。哦，这个菩萨行者一定要好好去上求佛道。一方面，伫因地中呢，随因缘来度化众生，这个叫做下度众生、下化众生，这个叫做因地的功行。所以，这个菩萨行者的誓愿在三界，在这六道中啊，大千世界的国土，念的生者，念的生在遐。哦，我有甲恁讲过，正悟成就的这个菩萨吼，伊有本书，伊会当来，出世伫一百个大千世界，伊变啊变随在一变。这是初地菩萨有这个水准，但是地前的菩萨就无这个水准了。比如讲，我今日有心要来学菩萨行，不过我还无到初地，我无法当变。我当变呢，就这个身躯直直磨嘛吼，就用这个身躯安尼，像甘露安尼洗安尼洗，吼洗到偌久不要紧，洗到都未洗为止嘛吼。等下就安尼穿咧，安尼准备，啊，甲个身躯去换一个来，安就好啊，吼，安尼，这个无法度，咱这个压力咁变现咧，吼、哦，但是那是初地菩萨就会当安尼，初地菩萨以上就会当都变啦，吼、哦，变百万亿个化身菩萨，你要安怎要去对着国土时代，做进来的，比如讲金色如来啊，也当化身菩萨。来到咱这个娑婆世界，现做基础心，就是这个微妙的基础。那么这个欢喜藏摩尼波结佛，啊、哦，伊在咱这个娑婆世界来帮忙释迦摩尼佛，伊就来变做菩萨心，就是这个文殊师利菩萨。哦，观世音菩萨会当现如人心，或者现国王心、辟支佛心拢会当。安怎样吼？这个恁老上过这个。有关普文品啊，还是千手千眼陀罗尼经都讲到，那是需要伊就变什么安尼？哦，这观世音菩萨也本说的已经安尼，但是今仔日咱注意，还是将来会当安尼，修到净化了后，你要安怎变拢会当变出来啊？即马来，譬如讲释迦牟尼佛，伊化身大千亿，伫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大千世界一切国土方便显卡。来救度无量众生安尼，哦，这个就本书这个摩尼佛也本书，不再来呢，佛的根、菩萨的根，会当普照六道众生，哦，有缘的人，无一个无受益，无一个无受度的，哦，每一位菩萨、摩诃萨拢会当安尼哦，哦，这个呢，处境何必？也在讲佛光、菩萨光，都请那个阳光普照在地。哎，你敢知佛的光有四千粒太阳的光，佛都每一尊佛都安尼。不过呢，太阳的光会热，可是佛的光未热，柔和，这都个差别真多。太阳的光对这太阳底下照到这照未到，哦，太阳的光是安，只要一点点，安尼早嘞就照未过。不过佛的光。唔免惊，即个有物质的物件甲阻碍咧，这就是个佛光的特性。吼、哦，阳光到遮就当然就无共啊，遐早咧就无共啊。但是佛光，遐几楼拢总照着。所以佛光有甲咱普照着，你若是有缘的人，就普照会着；绝缘的人，就普照袂着。吼、哦，若是有行菩萨道的人，伊特别甲你加持，特别普照。以如光明，心地如光明。有实在个忏悔的人，含佛相通，实在忏悔哦，拜佛忏悔，含佛相通，万法拢会圆满。比如讲，今仔日你若是伫佛前实在忏悔业识，而即个一切杂念的精进，我甲你讲，迄杂念精进精进就消灭，迄歹精进精进就消灭。哦，这是佛讲的即个思想。所以进来点，我用一个，比如讲用，亲像阳光普照大地，有生命的这个万类草木，自然生机繁繁啦。因为世间的这个物件，无阳光绝对袂使食。
哦，应该大家了解嘛，吼、哦，无用功绝对无性命，无用功绝对袂大障安尼，吼、哦，佮再讲呢，不讲是无处不见，用功也无处不见，所以他讲一切菩萨，或者是讲佛，伊知影佛法的基本真理是本来无生灭，本来无生灭咯，不生不灭咯，但是为着要救度众生哦。伊来出世，和有生有灭安尼。譬如讲，释迦牟尼佛来出世，咱人间过八十年，皆有那出世迄个假象，有生有灭。但是释迦牟尼佛的假象和众生的相无同。释迦牟尼佛的身躯是金刚不坏身，是照伊妈妈的体来活，哦，是一个化身佛。所以伊出世伊唔免食饭，真正唔免食饭。伊的身躯无五脏，无六腑，伊这个外形和咱相像。这是无唔对，有目睭，有啥，有这个耳根、六根，但是伊身躯无毛病。咱众生个报体有毛病，吼、哦，伊免食饭。我有甲恁讲过，伊原在含人出去吐蕃，原在伫在这个精舍，伫个道场食饭。但是这物件，因为印度用安尼搭个，这物件摕到家，无形中后壁到迄个大威德个天人界。接去了，他施予他方的众生者，吼、哦，安怎样？伊来有实现生命，来这个世间献诸国土，吼、哦，献到一切国土呢，来度一切国土的众生，所以唔可讲实现诸国土，如日无不见，像迄太阳，咱众生拢有看到。但是太阳众生拢看到是无唔对，可是呢，青眉的人看袂到。今仔日佛陀示现伫人间，有佛法要救度众生，无缘的人嘛接袂到，讲意思。所以今仔日呢，那是众生学佛修行要健康，这个有那是爱有真殊胜的因缘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做“佛道有缘人”，无缘的人，你去讲个天花乱坠，伊嘛无个信，嘛无法度。就是伊有听到，不过伊的缘报，嘛是改成会海胎难散，收不起来。所以作为这个因缘，家己促成，你若要多闻佛法，绝对将来因缘愈深，修行会愈深安尼。好，咱讲到这一段落，好，弥勒尊佛，好。